主料：茄子200克，面条200克，辅料：红椒、盐、五香粉、小葱、白醋、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茄子去皮切丁，放入适量盐拌匀，并放置5分钟。红椒切丁，小葱切碎，除去腌过的茄丁中的褐色水分。锅内加油烧热，放入小葱炒香，放入茄丁翻炒，放入盐，放入五香粉翻均匀，放入少量白醋翻炒均匀，放入红椒翻炒均匀即可。煮面，锅内加水烧开，放入面条煮熟，盛出煮好的面条，放入炒好的茄丁浇头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茄丁用盐腌一会之后，去除褐色水分，这样炒出的茄丁不显黑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